士跟新竹工程师要来争夺总冠军，而今天在比赛开场前还找来了电音女神谢金燕开场。好的，主播，台湾直篮 Plus E 总冠军赛第三站在台北的和平篮球馆热闹开打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。这场比赛，富邦勇士的洋将赛瑟夫，还有本土中锋曾文鼎，都因为受伤没办法上场，让他们禁区的战力大受影响。而总冠军系列赛不只是要比输赢，还要比比赛表演嘉宾的台场。工程师之前找来动力火车开场，富邦勇士则是在稍早的比赛开打前，邀请电音女神谢金燕担任表演嘉宾。我们来看一下精彩的片段。在谢金燕带来劲歌热舞之后，比赛持续在进行当中。在稍后的华视新闻呢，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总冠军第三站最新的比赛战况。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播。我是吴怡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